时间过得太快，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。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。我今儿碰着仙女了。嘿呦，做白日梦了。我们的生命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。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？什刹海第一场，甭管他有多少玩主混子，我萧云生一准给他摊平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，也错过了太多。萧春生，萧春生同志，你醒醒啊！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梦一样。那就一直做下去吧。想想这些年，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在推着我们变化。现在，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，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。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真怀念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。